就住屯門赤鱲角隧道將會在今年的12月27日開通，警務處統籌跨部門跨機構的演練，當中牽涉的政府部門包括路政署、運輸署、消防署和醫院管理局，當中亦都牽涉其他這個隧道的持份者和機構的演練。是無疑在屯門赤鱲角連接路發生嚴重交通事故，演練的目的是為了提升人員和其他緊急救援部門的溝通和應變能力，以應付將來道路開通之後的各種突發交通事故，確保道路安全和提升應付重大事故的能力是我們警務處處長的首要行動項目。我們會通過不同的方式，包括演練、教育和跨部門的協作，以加強人員的能力。